居人，三 C 杀手，导演于小姐，一哥，翅膀很重，幸好梦很轻，许多的美好在骨不在皮。张爱玲的《金锁记》，赫塞的《彷徨少年时》，苏轼写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也是赫塞的。他说，在一座树林里，没有哪一棵树是不好看的，因为他们都按照自己的需要而生长。应该是战国时代吧。我想去看看庄子到底是个庄子还是个君子。宋朝，宋朝，苏轼，我们家坡哥，然后最喜欢他的诗词文，我都喜欢。硬要讲的话，我很喜欢《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阙词，还是赫塞《彷徨少年时》。德国剧作家诗人布莱希特的诗选，席慕容的诗选。我喜欢席慕容的诗，我看过他本人，是我小学一年级之后接触到的《木偶奇遇记》，中国民间故事，小时候看的很大本的故事书。第一个专注，第二个思考，第三个快速，杂食，走到哪看到哪，纸本书基本教育派。如果未来会有点论论文，那就是最喜欢这一篇林亨泰的《风景》。可以从古典文学或者是现代文学的经典创作当中找到新的思考的深度还有广度，这样才能知道别人喜欢什么，也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那些东西。包罗万象，老少咸宜，连科幻小说、武侠小说，甚至孙子兵法都有。从现在很新的、很年轻的、很流行的角度回去看古人的世界，会有一些很特殊的新的诠释，应该可以让学生发现语文这种东西，它是可以带你通向全世界。认识字，应该是那些对生活不满足、对生命不满足、对自己受过的教育或者正在受的教育不满足的人。既然你看到这个影像，就表示你应该对国文是感兴趣的，那就来上课吧。我等你。